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的十局精解栏目。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呢围甲的第十一轮，由山东景之酒业的范廷钰对着广西华南的李康，这盘棋呢是一个主将的对决。那么范廷钰呢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年轻新秀，今年呢刚拿了那个新人王的冠军，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年轻棋手。那我们来看这盘棋。这盘棋是李康的黑棋，开始这个布局呢都是非常流行的。这盘棋呢范廷钰呢是选择了中国流。这个以前啊在这个布局的时候呢，白棋下的比较多的是分头还有挂角，这是比较流行的。曾经有一段呢守这个无忧角也很流行，我印象中李世石也很喜欢守这个角。但这盘棋呢选择一个中国流，中国流呢这个布局以前很少见，但现在呢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因为这个关于这个中国流啊印象中的国家队啊对这个布局啊投入了挺大的一个研究，所以呢这个棋目前开始流行起来了。黑棋现在选择了小飞啊，这也很有意思。按道理来讲呢，白棋不从这地方去破黑棋的话，黑棋第一感总是想连片的，无论是高材边或者低材边都是很好的一个点，配合这个无忧角成为一个立体的一个阵型。那么但是现在呢黑棋也小飞一个不去连片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如果说无论你是高连还是低连的话，这个地方白棋挂过来，白棋在上边也同样能形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棋形。所以呢黑棋先守角，那么守完角以后呢，白棋分头自然就成为一个眼见的一个好点了。如果你跟着去小飞守角，那么黑棋再连配，黑的就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便宜了，因为白棋这个时候本来白棋是可以挂角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白棋连片白棋分头就是想当然的一步棋，是在黑棋逼这个这个逼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下法。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从这头逼，然后白棋拆三，黑棋跳，白棋飞一个，这是比较常见的下法。接下来黑棋这个地方就暂时告一段落，然后继续这边挂角也好或者这边挂角也好，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但现在这盘棋呢白黑棋是从这头逼，黑棋是想呢白棋插二是比较普通的，黑棋再从这边挂，黑棋想呢在上方啊形成一个阵势。如果这么走呢时控上黑棋会有一定的便宜，但是呢白棋走坚实了以后呢，黑棋再这么走呢上方就明显就没有那么庞大了，也就是说黑棋就很难做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阵型。所以这盘棋呢黑棋觉得呢这样走呢形成一个拉锯战他觉得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想更加积极一些。实战白棋没有选择普通的拆二，而是选择靠。这个范廷钰啊，这棋也下得很有朝气，也很强。靠他想什么呢？他无非就是想黑棋搬长，然后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定型，然后接下来白棋拐一个，做完这个交换以后呢，白棋就有可能继续脱先了，在下方拆边。这样呢白棋呢速度比较快，虽然这个地方呢结构上啊会有一定的保卫，
将来这个地方还是有打入的，打入白棋压以后挖出来，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这上风是有点薄，但是呢不管薄也好呢，白棋毕竟已经先抢了一拍，也就是说全局的速度已经提起来了，所以说这样的下法呢白棋也很积极。实战李康呢可能觉得亮相呢觉得速度太慢，也不太满意，所以呢强行打入，这个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局面了。白棋搬这个棋呢，如果长，黑棋大字会立，然后挡下来，黑棋跳出来，这样形成一个作战，这样白棋呢觉得没有太大的把握。普通跳，黑棋盯一下，这个地方很有必要要盯一下，盯完再跳出去。这样呢，总归呢这个地方啊，白棋上下两边不能获得一个明确的联络，黑棋呢跟白棋作战呢也很有利，所以呢白棋这个图啊不愿意，白棋觉得这样图啊有点过分，不太好战。但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说要盯掉呢？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想当然的这个飞一个的话，白棋这一跨，这是一个局部的定型手段，接下来黑棋的棋形就比较难受了。你要吃，很显然这个吃是先手，这个吃先手，那么白棋这个地方压就头是软的，这个地方就要被连压好几下，那再压都有先手啊。虽然说这个压几下是很损控，但是压完以后呢以下呢，然后这边再攻过来，黑棋就很危险了，因为这一排黑白棋太长了，这个后势太长，这个黑棋啊甚至狠一点的话都可以夹住，这样的黑棋呢下方这个地方很危险，所以这个棋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啊这种常见的一个这种常见的棋形大家一定要留意，这种跨的一个整形手段。那么刚刚讲到，如果说你不愿意让这个头变成软头，你要立一个，那么显然这个地方白棋就有一个尖的手段，这样黑棋的目数就吃亏很大了。黑棋要想吃掉的话只能尖一搂过啊，这样一个目数啊黑棋很难受，吃不消。更何况呢白棋还有可能，如果白棋一定要要求这上头压先手的话，白棋还可以断一下，这黑子就没法硬了。你要吃这里那一挡一夹，这个黑子就死了，你拐这里就还原，拐在这里呢头已经软掉了，这地方还是有个尖的手段，所以这个地方黑棋的棋形的弱点就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棋形我们可以看到，你要盯一下啊，盯一下再走出去，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棋形。那么这盘棋呢白棋觉得呢亮刚才那样的作战觉得有点无理，没什么太大的把握，实际上选择是搬顶。这时候黑棋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黑棋长起来的话，这个地方就被白棋吃掉，黑立挡就挡死了，所以黑棋呢只能立，形成这样一个局部，形成这样一个定型。这样的定型呢黑棋达到的目的呢就是比刚才那个普通的扳的头呢比起来呢，黑棋最关键的是抢了一个先手。就这个局部而言呢，我个人觉得呢像这样我觉得白棋并不成功，我个人觉得这个棋黑棋稍稍有利一些。因为虽然说这个靠跟这个扳交换黑的是很损，是损失了，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味道，将来这个地方扳出来还是有一定的味道，打吃有些情况下还可以打了立下来得点便宜，以后呢还可以立一个弃子
做点借用。就局部而言呢，黑棋以后立一个还可以跑，就没有这个子就没有完全死，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损的我觉得很有限。但是呢，黑棋白棋这两步棋很俗，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步棋啊，把将来白棋靠的一些破空的手段，比方说如果说是单踩二，将来以后白棋逼住以后，这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一个常见手段，以后这个地方白棋有靠了爬啊，这样掏黑棋脚的一个手段。那么刚才呢，白棋这两步熟手走完以后呢，黑棋这个脚啊彻底的就安全了，无非就是黑棋靠了一下损了一点，但相对于黑棋损的东西，我觉得白棋啊这两下损的更大。所以我觉得呢，下成这样实战这个局面呢，我认为那个范廷钰这个下法并不成功，这个局部我认为黑棋便宜了，也许白棋就是应该长出来跟黑棋进行战斗，这样的战斗呢，总之呢也很乱，这几块棋对纠缠在一块。实战呢是一个双方都简明的定型，但我认为黑棋稍好一些。那么黑棋抢到先手以后呢，在上方形成自己的一个阵型，白棋拆变。那么既然上面被黑棋挂断以后呢，下面自然也就是最大的棋啊，一开始总是往宽的地方走，那么像一开始这种挂了拆回来肯定要比尖一个要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那样控制这边明显的路数要宽得多。这个手棋当然也很充分也很大，但是呢相对于这手棋来讲更要小一些。同样的道理，现在白棋如果急于去破空的话，肯定也不会太大的便宜，所以白棋呢也开拆这边。现在为什么要拆在这里呢？普通我们讲的这个棋形一般来讲会拆在这里，甚至拆在这里。现在白棋呢为什么要缩回来那么多路呢？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地方黑棋已经很厚啊，这个棋走完以后，黑棋这个地方已经就是一个铁头，那么白棋呢尽量要离这边的后势啊稍微远一些，这样呢缩回拳头呢巩固自己这块棋，争取在这个地方做大。形成这样以后，黑棋阵头，黑棋如果说因为它缩回来有缩回来的好处，就是你挂的时候白棋在尖这个，黑棋这个地方就会因为白棋这个子力啊靠得比较近，黑的就容易吃亏，如果大的话黑棋很简单的尖一个就可以处理。这样就很简单的就可以处理了。那么现在在这里黑棋白棋缩回了两路，这个地方黑棋就走不出刚才那么舒展的棋形了，这里走的话白棋直接就已经联络了，所以呢黑棋呢就不愿意再从这地方挂进了。黑棋阵头，白棋猜一，黑棋呢觉得这两手棋啊先手便宜了，就是白棋这个地方已经不容易再成太大的空，防止了白棋直接跳一个的好点，这也是黑棋阵下的一个思路。黑棋二尖跳，先扩张自己，等着白棋来削的同时，以后这个地方再做决定，因为这个地方将来总归是有点棋的，拖一个啊，总会有手段拖了断，甚至以后如果外围特别厚的情况下打入这个，白棋也不太可能吃掉黑棋这个子，你要尖的话这一拖一连扳或者拖了虎就很轻松就出棋了，就要破的话还是可以破得掉的。形成这样的时候白棋轻削这个，这步棋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过分的嫌疑的，按道理上来说我觉得应该从这头飞。那么同样是破黑棋的一个形式哈，这样是跟自己是取得一个联络的一个轻削，
你现在直接进去的话，必将是一个单方面逃沽的一个状态。如果从这头走过来的话呢，自己跟自身啊是保持一个联络的一个状态，就会好很多。那么走来这以后，下手黑的要不走的话，白棋跳进去，这个形势一样就是没有多少了，跟破在这的效果差不多。那么如果黑棋从这头围，白棋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啊，再掉进去也可以考虑的，这两个呢就有可能有便宜了。白棋这两个，因为这个角上啊始终是有点角的，这就是因为这就是星位不好的地方。我们讲星位啊，在速度上和对中央的控制面上要好一些，但它的弱点呢就是围控不好围。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是小目甚至三三的话，这块空就会扎实一些。是星位的话，这地方始终是有一点，白棋总是黑棋总是不太好吃掉黑棋吃掉白棋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不怕黑棋这地方围控。我觉得交换两手呢再来走，局势啊会相对好一些。实战这步棋我觉得掉进来是有点过分了，这个时候黑棋先飞，白棋横跳，白棋这时候不敢轻易的飞，这个轻易飞的话黑棋又跨断，这个黑棋真知有力啊，这一跨断好像白棋不太好处理。那么如果这么靠出来呢，这跑是跑了，但是本身这个下法很俗啊，这个靠完以后的中央啊，那可以看到中央这个棋黑棋马上就变厚了，这个中央一变厚，黑棋就取得了中央的控制权，这样白棋呢跑是跑掉了，但是呢效果并不好。但是实战呢，黑棋选择了横跳啊，白棋可能呢在思路上呢觉得就想在里头做活啊，在里头做活，整个把黑棋的空给破掉。但是呢这个地方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我们说的这个下方啊，白棋这个地方其实很薄，这个地方有种种的味道。我们来看这个棋，黑棋跳，白棋飞，下成这样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好像白棋也是很轻松的就把这个棋啊跑出去了，黑棋也看不到什么严厉的手段。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几步就知道这个棋怎么回事。李康这个时候搬一个，这个搬下的很漂亮，大家看打吃，然后他一立，一立呢白棋只能挡这个，没有别的下法。你要挡这个，这个很显然这一打就打下去了啊，这只有这一手。这个时候呢黑棋上打啊，大家注意这个局部来讲哈，可以拐一个，从官子的角度上是可以拐一个，这样是连回来的，因为白的不能冲嘛，冲这一打吃，再一吃白的就死了。但现在白棋可以长，黑棋接上，白棋跳，好像看起来呢黑棋是跑到一定的时空，但是这个地方啊被跳住以后呢，这个子已经死掉了，然后白棋还跟整个这个中府啊形成了一个联络，这样子白棋黑棋啊局部得分了，但是整个大局啊大势上就吃亏了。所以如果这么下的话，那水平就还有待提高了。这个时候黑棋打这个果断的弃子，打了一压，下手要拐回来，这个地方白棋必须得吃啊，实战是先吃了一下，如果不吃呢单吃这个黑棋也是长。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地方被长了以后，大家仔细看一下，如果白棋不走的话，这块棋将来啊就外围一旦黑棋厚的话，比如说这种尖顶啊都是有先手的情况下，这个局部还是死的，这一尖那冲完一扳啊，局部是死棋啊，白棋所以说呢白棋必须得先虎吃一下，确保这块棋已经铁活了。
但是虎吃完了黑棋再顺势一拐，黑棋通过这几手交换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外头瞬间啊，黑棋就多了一排后势，这一排后势整个把黑白棋笼罩在里头，黑棋一下就获得了这个局面的一个主动。所以这当时我说讲这个地方白棋形状的结构啊不是很好，就是这个道理。白棋先虎一下，然后靠，这个时候呢黑棋李康这个时候吃一下也很有意思。本身来讲呢我觉得可以不用吃，这个地方没有棋，先尝，我觉得先尝就挺好，这样更主动。但吃呢它就是麻你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职业棋手呢他一种习惯，他就要麻你一下，他觉得呢你要接上，反正我能吃到嘛，我就没有什么吃亏的地方，我能吃到总好的这个地方。但是你是可以脱先，但脱先呢这个下手啊尖完以后提一个也不小，这提完一个本身这个目数啊就有三四目棋，先手三四目棋，然后关键呢有了这个提以后，这外头啊就变得跟铁壁一样厚了，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吃一下，这个范廷钰也被弄得很糊涂，然后弃和他就脱先了。其实这个时候黑棋吃完如果白棋接的话，我觉得黑的也是长的，黑棋也是长，但是黑棋非得要给白棋一种选择，他就是要先吃一下，即使先尝好像也白棋也没有任何手段，这个地方是软头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对局的一种的微妙的一个心理，他觉得提掉也可以满意，所以他就先吃一下。那么作为对手呢，他实战上反击这个心情上是不想跟着黑棋的步调走的，那么黑棋就很愉快的把这两下先手走掉啊，这个次序要很注意啊。这个如果你随手先提的话，那白棋就尖在底下了啊，尖在底下以后黑棋这个挡还是后手，黑棋挡这个里面已经是活棋了，那么这个目数就差很多，就多一跳。所以这个次序一定是先尖底下再提，那么现在不能脱先，得提死了接上，黑棋再长。虽然看起来白棋是把头跑出来了，但由于黑棋这一排后势啊延伸的太长了，所以说也就是说白棋看是跑出来了，但实际上呢依然还是在黑棋的笼罩之中。我们来看黑棋点一下，这是黑棋的权利，白棋先冲一下，这两个交换呢好坏也不是很明，有可能也有可能单接，有可能也好还更好一些，但这个地方很微妙。然后黑棋再飞出来，这样可以看到黑棋还是顺势啊进入了白棋的中腹，然后这块棋呢依然还是要跑，因为再不过来黑棋就算很简单的这么逼过来，或者是这么一带过来，这块棋始终是要被笼罩进去了，白棋依然还是很苦。而且这个地方这个目数并不大，现在只有七目棋。然后这个时候范廷钰是走了这步棋，这步棋也很有意思，这步棋有种怎么说呢，有种后脚跟的那个感觉，因为本身黑棋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好的手段，也没有太严厉的手段。按道理来讲呢，我认为按道理来讲白棋跳一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思路，往里面做活，把这块棋走后，做活的同时呢然后破黑棋的空，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思路。他现在走在这里主要是他要反卯白棋黑棋的一个棋形，下手呢他瞄着这个地方搭断，这一搭黑棋搬无论搬哪边黑棋白棋都是断，这个地方直接就把黑棋给憋断，憋断以后黑棋这外头四个子啊就显得很孤了，很孤立了。
但是呢，如果说黑棋如果说这么走一个呢，那又下不出手，这走一个近乎一单关啊，黑的棋形就很难受了。而且以后啊，以后将来白棋把自己处理好以后呢，白棋还可以从这头跳点，这有冲断，然后再搭啊反攻黑棋的可能性。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啊，走在这里就是追究黑棋的一个保卫。但李康现在这个局部的定型下得很实在，搭一个顶，这个其实实际上是不太容易想到的一步棋。为了护住这个断点，就是为了护住这个白棋的搭断，被白棋这样舒服的扇一下，这从棋形上的结构来讲，黑棋下得很难看，但确实是很实战的一个棋。走完这个以后呢，虽然说白棋畅快完了，但接下来白棋的棋形的弱点就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抠吃的，这个一抠吃，白棋至少下方已经不太好处理了。你要接的话，这一冲，这地方已经冲断了。那么如果说你单纯的补这个断点的话，黑棋一断，这个就被黑棋切断了，然后上边就全成木了。因为你看这打吃的话，黑棋长，这个地方是联络上的，这样的话黑棋肯定就能接受了，这防住自己的断的同时还把整个边啊全部护住了，那白棋显然就不如直接跳这个追击啊，这么看来就明显失败了。那么黑棋白棋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说是那么简单的去处理，拖一个，这个地方可以，这一代系列可以看出呢，范廷钰在中盘作战的时候呢还是很有才能的。黑棋搬，那么如果你搬外头，白棋自然是连搬，黑棋要是退，那么白棋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啊，脚上已经留着一个活棋了，那么这边就可以考虑，这个子就可以考虑给黑棋吃掉了。吃掉以后，这脚上已经一虎就活了，白棋在脚上占到了便宜。所以呢，黑棋现在不肯，只能搬脚上，然后黑棋白棋再加，黑棋接上。黑棋如果长出，白棋就冲下去，啊，白棋压，再搬这个，你吃，再压。现在可以看到，如果说黑棋在长这里的话，那么白棋就会有了这几个交换以后，这个断点就不存在了，那么白棋就在这地方选择防守了，无论是虎一个甚至接一个都可以，这样的白棋总归啊是没有让黑棋直接切断吃的那么大，这也是白棋的一个思路。那么黑棋呢肯定不愿意，这如果退的话明显就被白棋给便宜了，所以黑棋抠吃出来，先把这个打断，这一抠吃的话，白棋这个下边其实已经没有棋可应了。刚刚讲了，这接这是冲过来的，如果你接底下呢，这一提还瞄着这个断点，白棋已经没有好的棋形了。你要联络的话，只能顶住，顶住这以后还留有一吃。所以呢，走不好的地方呢，就索性就不走，白棋就搬，啊，活到下面去了。白棋觉得把上头这一串看清了，因为觉得你虽然是分段了，这地方你要吃我还得再花一手棋，我就把这个中央啊给弃了。黑棋搬，白棋连扳，这个地方的战斗也是眼花缭乱。黑棋接上，紧住白棋的气，打吃提掉，虎一个
这个局部呢，白棋局部吃这个也是可以成立的啊。这打吃的话，白棋接上，局部这个子跑不出来。但是打吃在这里呢，并不便宜，因为这个地方打在这里眼位不好。为什么说眼位不好呢？以后将来黑棋可以打吃这个，你不能提，提这就打劫了，这一打吃，那么只能接上，那么黑棋再一吃。接上这个地方，实际上白棋只剩下一只眼，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打吃并不便宜，所以索性虎在上头，虎在这，下一手瞄着跳出去做活。黑棋提，黑棋也就放白棋做活了，把这个提了以后呢，就是说这边棋实际上已经是断开了。因为白棋要连的话，这四个子是连不回来了，只能说是把这两个子连回来。而且提完以后，中央啊，黑棋就彻底的变厚了。然后白棋冲，啊，这个地方白棋冲呢是要补棋，不补的话，黑打吃就不好用了。你要接上那一提，不仅是目数的问题，这整块棋的眼位啊都不对了。那么如果你接上呢？一吃，长就吃回来了，也就可以看到白棋呢，冲一下，其实就是为了防刚才这个打吃的手段。黑棋要挡的话，这个地方就已经先手啊防住了。当然这个时候黑棋肯定是不会去挡了，因为这中央已经棋厚无比了，这挡的话没有目数啊。下棋呢一定要，棋友们下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行棋每手棋的效率。所谓效率就是你每手棋我得到了多少东西，不管是多得到实地也好，得到后势也好，那一定要每手棋一定要有它每手棋的价值。如果你在开局阶段老是走这种单关的话呢，那一会棋就肯定就输很多了。所以现在这个局面下，这步挡几乎就是一步单关，如果你挡对这边没有任何的用处，白棋即使最简单的跳一个，这两步交换实控上黑棋也是明显亏损的。所以这种棋啊，看似好像你觉得很必然的一步挡，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好，这个时候你看脱角啊，这个地方也是处理的很灵活。黑棋觉得这个棋已经不大了，那我索性在这个地方做活，把这上边这几个残子啊安定好，顺势啊也破掉白棋的角。本身实控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步棋。那么白棋这都是必然的定型，这个拖了连扳的时候没有太好的办法，大致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分寸。左环交换以后呢，黑棋白棋拆边，拆边本身就价值很大，然后它隐隐约约啊兼顾着中央，就是不让黑棋啊把中央给吃得特别大。虽然说黑棋呢飞一个大概也是能吃掉，这四个子应该也跑不掉，但吃呢现在也就十五六目，并不是很大。这个时候黑棋打入，利用这个全局啊后势，全局比较后势，然后欺负白棋。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实战这步棋白棋尖一个啊，这步棋我觉得是可以说本局的，如果说是本局的败招也不为过。这步棋下的过强了，这个地方小将啊那范廷钰下的过于强硬。现在这个地方啊黑棋中央太厚了，这个地方不太可能跟黑棋作战，只能处在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下。你要强行作战的话，黑棋只要一旦拱出去的话，那剩下的都是白棋的保卫，黑棋不可能有任何的保卫，中央都提通了，全局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棋就显得有点过分了。这是我认为这棋只能压住。压我们首先来看，如果黑棋挖，白棋可以打吃这个，大家看这个地方的增子啊，黑棋不利啊，这争不掉，正好这个子是有用的，争不掉。那么黑棋争不掉的话，就没有太好太严厉的手段了。
你比如说长的话，白棋可以压，这个黑棋恐怕就崩了，这不能挖，挖底下一吃就完了，这只能长。这样爬回去的话，即使白棋搬一个，这中央做活问题不大，这个地方随时还可以反攻黑棋，这样黑棋掏的就没什么意思，因为这脚上也撞厚了。所以呢，压的时候呢，我觉得压的时候呢，黑棋大致也就是长一个的分寸，然后白棋接上，黑棋顶，长，白棋就是放活一块就行了，就是这个时候搬一下把这个拐住。让黑棋做活一块，这是没有办法，因为黑棋中央太厚了，白棋只能让掉一点。这样的全局其实形势还是很接近的一个局面，因为黑棋虽然掏了点空，但是白棋中央下厚了，中央下厚了以后呢，这几乎这个中央的四个字啊，白棋几乎就联络了。联络以后呢，其实本身联络上就有一定的目数。其实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形势的话，上方这个地方呢，黑棋大概20多目棋。这有5目，这一片大概加上这个中央的厚薄大概有15目，整个看起来黑棋也就是50目左右的一个实控，50目左右，白棋这个地方是20目没问题，20目没问题，这个地方有7目，这个地方有5目，有32，这还有一点，32这地方有个5、6目，也就37、8目，37目黑棋50目，其实也是很接近的一棋，十几目，但是白棋这个中央还是有一定的后卫，这样的棋局我觉得还是很漫长的，胜负还早。实战可能范振英觉得这样子，他对这个棋他可能没有太大的信心，想走得更强一些，但这个棋走了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难度，黑棋一拖，白棋几乎没有什么抵抗手段。白棋长，那黑棋就长，那这样的结果黑棋也很轻松就活了，这样的结果呢还不如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图，那样图的中央啊和脚上白棋更厚一些。那么实战继续用强，黑棋一虎，黑棋一跳，这个一旦跳出来以后，白棋整个就变薄了，这边控也有不确定的因素，中央和这个边上也有一定的保卫。我们为什么说这块空有不确定因素呢？这个其实这个局部看起来好像白棋挺大的，很多棋友觉得呢这块棋可能就是个空了，其实呢这最简单的手段，黑棋拖一个就可以，你要一扳黑棋一立，这要度过，你要主动它一扳立马就活了，你一长它一弯这块棋就活了，那你搬这个呢，它就一长，这一搬就要活，你要长这个黑棋一飞，这很简单就跑出去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啊，白棋这块空很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旦被跑出来，白棋整体就变薄了，还不如让黑棋啊在底下活掉，把中央走后才是一个正确的下法。虽然走到这里的时候呢，黑棋白棋再来搬，他需要把这个棋联络，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你要再不走的话，黑棋很简单的分段就可以，这个刚刚讲过，这上方是连不上的，那么这一带过来以后中央要死，然后这个地方白棋还得赶紧去安定，否则的话黑棋继续这一逼过来，白棋这块棋又很苦，所以白棋只能是防守。这个时候黑棋搭啊，继续去欺负白棋，白棋由于现在形势啊不太有利，不太愿意搬这个，搬这个黑棋就退，白棋很难下，不能搬呐，这搬的话以后一对断，
味道很不好，就吃这边就吃通了，街上这边随便一搂就出去了。即使靠这个黑白棋也不好处理，这棋形也有弱点，所以呢只能长。长将来黑棋还可以飞一个，瞄着这个地方的分段。那么白棋如果联络这地方以后还要跳下来，总之这样呢白棋就太委屈了。这个角上刚刚我们讲了还有棋，这样呢白棋觉得没法争胜，所以这个地方必须得搬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个棋过分也好什么也好，这个胜负处的时候啊绝对不能退。黑棋断，白棋打吃，黑棋打，再打，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打上来。白棋呢这全局那个局面太薄了，打劫肯定打不过，只能冷静的粘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黑棋虎一个非常好，本身呢这个地方如果不虎的话，黑棋形状很难下。如果你接这个，上分肯定也要被尝一下，接这个呢也同样的道理，就要被立一下。这样白棋再想办法这样尖一个，争取把这块空啊护住。这样呢黑棋其实看起来打穿了白棋啊，但所得的目数也并不大，因为这上面这边被白棋提了一个字以后，这边还是损失了五六目棋，所以整体看了黑棋并不充分。但是现在黑棋可以虎这个虎就比较厉害。虎的时候白棋只能打吃接上，白棋这样只能接，这不能长，长的话这一打了一压就直接就崩了，两头必将争死一头，所以白棋只能接，黑的再搬。这一搬起来以后，黑棋周边啊所有的子力啊全都运用上了。我们来看白棋尖这个，这棋不能拐啊，拐的话黑棋长杀不掉黑棋，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冲断，下手不走马上就冲断了，马上冲断这四个子就掉了，所以这样呢也是不行，只能尖这个。尖这个黑棋再一跳，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在下方啊很轻松的就做活了，白棋当初这么大一个空啊就被破光了，白棋也很心疼，但是呢前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也就主要是还是前面这个我说的这个问题，这个一旦被黑棋，大家可以看到黑棋跑出来以后，白棋任何战斗都很难有利，因为黑棋全局太厚了，这个尤其这中央的提通以后啊，这块棋的后势影响到全局各个地方，所以白棋当时只能选择压住放弃一点实地。现在黑棋这个棋活得很舒服啊，这个点没有用，那就接上就行了，那断就长一个，断也吃掉啊，气是杀不过黑棋的。白棋跳，现在大家注意，黑棋活完以后，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白棋还没有完全活，白棋一旦被封进去的话整个就死了，所以说现在白棋还想办法去突围，然后黑棋防守放弃掉这两个子，这样呢这其实这边的目数已经便宜了，但是白棋呢也没有太大的办法，只能这样飞。我们可以看到这地方战斗到现在为止呢，刨去啊黑棋这底下的大概四目棋，扣去这四目，白棋上方也就只剩下二十目棋左右的时空，而本来这个地方光这一个角如果说围上的话，白棋就应该有二十目棋，所以整体的战斗到现在为止呢，这一代白棋的目数是肯定是吃亏了。
可以去点，点过来，逼迫白棋啊中央去联络，然后同时呢瞄着下边这个地方的收瓜。这个地方这个棋形很讨厌，黑棋这个棋形很有弹性，尤其在黑棋啊全局特别厚的情况下。那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你要吃它的时候呢，你一吃它一堵，马上就要打劫。你要提劫，你棋形全班要是薄的话，你是不可能打赢黑的，黑的就不停的提，那提到你最后你可能没办法，你只剩下接上，那就非常难受了。所以这个地方黑棋这个棋形啊，这个虎这种棋形啊，很有弹性，白棋很难制住这个黑棋，所以现在这个全局厚薄啊就体现出来了。黑棋分段，白棋只能从这个地方啊联络。打吃一下，再打吃，这都是黑棋啊早就残留的一个目数。这个不能不走，不走的话这还是连不上，这打吃先手，打吃先手一冲就分段了，连不上，只能接上，接上然后黑的做完这个交换以后再拐这个黑棋，这都是黑棋的先手的权利。就玩这一下，黑棋立一个。黑棋其实觉得形势已经很好了。如果黑棋觉得形势不好的时候，他可以保留上方那些劫材，刚才讲的这几下不做交换，直接去攻杀黑棋白棋。这地方打吃黑棋就堵住，利用上边的劫材跟白棋玩账。现在黑棋肯定是觉得形势已经很好了，所以才立一个简单的，觉得简单的定型啊，目数就够了。白棋打吃，这个地方打吃呢，也是抓住黑棋，故意迈下了一个破绽。其实这个地方黑棋冲是先手啊，前面不利之前冲白棋只有挡，这要吃掉五个的，所以呢，黑棋其实也是故意迈了一个破绽给白棋。那么白棋弃和也要吃回来，那你不走我就要给他吃回来，这也是一种心情。那么黑棋在追击这个，虽然说上方这个立收啊，这是一个立收官子，也确实很大，但是下方这个拆啊也不小。白棋必须要想办法联络，这个普通的走是联络不上，这一尖局部是联络不上，直接就被分断了。所以白棋这个局部靠断还是一个手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靠断，如果说你要退，白棋简单一长或者吃一个啊，就联络，长就联络得很清楚，你只能吃它一吃就行了。那么如果你打吃呢，白棋从这头吃，提掉以后接上。由于接上以后呢，它这个地方把黑棋有一定的保卫，就是猴这个有冲过来，所以实际上这样就已经连上了。实际上呢，黑棋也没有想过去吃白棋，就是一个通过收瓜啊，把这个局面定型一下，然后把棋盘缩小。黑棋吃，白棋打吃提退啊，这个地方还不能打住，打住的话黑棋这一打就打劫了，打劫的话白棋也这个地方对白棋来讲黑棋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劫，所以没办法只能退。给黑棋冲一个，黑棋先打了一下，先交换了一步棋，冲一个，继续收刮白棋，打吃接上，这白的很痛苦，就是活是活了，但很痛苦。你现在不能接，接着这一段，这个下边白棋活不了，所以实战呢，白棋只能虎在这里，然后黑棋再断，白棋堵，从这边连上，但这边连上呢，上边就要被这样收刮两下，
然后黑棋再打回。您看到通过这一段的定型，可以看到中央啊，白棋是连回家了，但很苦，一目棋都没有。到现在为止，几乎是一目棋没有，而且黑棋通过收瓜，这得了一目，这又得了两目，这些都得到一定目数，所以黑棋通过攻击啊，获利很大，这样的局面也是逐渐是明朗起来了。打吃以后，白棋团这个地方定型。挤一下。白棋收官，这个也是全盘最大的一个官子。这步棋呢，有九目，后手九目棋。然后白棋黑棋跳这个，把这块棋彻底的做活，然后本身的目数也很大。吃掉，本身有一定目数，而且还能这块棋啊也需要眼位，然后这个吃掉也很大，然后白棋靠这个，这都是黑棋的基本权利。这白棋没有任何的办法。每走棋，黑棋都是几乎都是命令型的。走到这以后呢，黑棋再回来跳过。这个跳过我们可以两目。如果说白棋挡下来，啊，将来这一扳这两目是没有，这一大飞，除了这是没有目的。现在跳过以后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跳大致也有九目棋的价值。然后白棋冲。断接上，再断一下没有太大的关系。冲掉，刺一个。这要接上，不然的话这个立一下就有官子便宜了。这个地方你要挡这个里就冲断了，你要挡这里脚上目数已经亏好几目了，所以这个必须得接。打吃啊，这步棋本身也很大，你看可以看到这个本来啊黑棋打吃是黑棋的先有权利，你要算官子的话黑棋打只有接上，那么这个棋是个先手三目啊，先手三目，但是黑棋在前面打的时候又走不着，现在打的时候本身不致命，提过来的话接上是联络的，所以这个地方黑棋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走。那么好在呢黑棋这边也有个大的，这边提也有先手三目的价值，所以整体来看双方都差不多。那个接啊，这步棋也很大，不走的话这打吃是先手，这就打进去了。你看到这个地方也是冲掉至少有三目，这个应该有先手四目的一个价值，现在白棋一接这个地方是有四目，如果不走黑棋一打吃呢这个一目都没有，那个地方是先手四目的一个官子。这是顶先手，不走这一打吃一拖白棋就死了，所以只能走这个。猴掉，
班的力啊，这个班力后手六亩，跟这上头这个打拔是见合的，这个打拔是见合，大家都是六亩棋。白棋呢先交换了几个啊，这是白棋的先手。这几个官子呢看起来棋盘很大，其实呢这个官子也相对比较好收，因为都是怎么说呢，都是见合的一个官子，你走一个六亩，走一个六亩，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然后黑棋尖着这个，白棋吃这里，这个吃有四亩棋的架子啊，有四亩棋的架子，这个尖也不少，因为黑棋啊，白棋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它可以这么收，立完以后黑白棋可以拖一个收，这样通过弃一个子的手段呢，将来这个地方黑棋要补一个，所以这个目数也不小。然后打吃，下成这样以后呢，这个棋呢下到这里呢，那个范廷钰就投子了。我们给大家简单的点一下目数啊，这个地方就只能点一目啊，五六七十七，这块三十三目。十一四十四，是不是十一四十八？白棋只有五十五目棋，白棋五十五目，黑的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十七、三十五、三十六，看见吗？它有四十，十一、十二、三四、四五、四六、六十六、六六、六六、六十七，黑棋有六十七目啊，白棋五十五目可能多一点点，也就是说盘面有十二目棋的样子，十二目白棋已经没有任何的扭转局势的余地了。像到现在呢，虽然说黑棋啊可能在小官子阶段我觉得稍微有点忍让，就是这步尖可能没有这个贴大，还有一些别的这个地方啊被白棋凭空啊，这个地方本来黑棋是先手权力没走到，但是呢虽然小地方黑棋有一定的失误，但是并不影响这个棋局的胜负。盘面十二目呢，对我们职业棋手来讲呢，已经不算是一个已经不弃了，就是黑棋这盘棋也获得一个中盘胜。这盘棋呢，我觉得前面白棋这个调啊是有点过分，但是呢虽然说只是局面被动，但是胜负啊我觉得还并不是完全影响，真正最后的胜负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入的时候，这个打入的时候白棋不知道是对形势过于悲观呢，还是就是觉得下边的目数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初把中央走后的话，这个棋啊黑棋是好一点，但是这个局面、啊、还是依然很漫长的一个局面。这个被黑棋撕裂出来以后啊，白棋两边都要被收刮，从实战的进程来看，这个出来以后这中央啊要被这样被单关逼迫回去，下边被收刮，这边呢又被黑棋破掉，白棋索性还不如刚才就把黑棋压制在上面，获得中央的主动权更好。所以呢这个地方下完这个棋啊，实际上我觉得白棋就基本上很难扳回局势了。好的，这盘棋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